装，真是令人心痛的话题啊。即便是我被可爱的观众如此揭开伤口，也是会感到难过的。对于这样挑剔的观众，必须要献上特别的表演才行呢。来吧，最为盛大而喧哗的演出即将上演。实验开始了，今日的剧目名为折磨。三一二，哎，罐头看他，可以，这哪个炸弹？这拿起帷幕，下一幕名为年回。罐罐头，你该减肥了。现在你这样不够可爱了呢。哎呀，轮到我了，来。蛇要来把你吃掉了，你也要小心了，因为蛇已经盯上你了。
神秘人，居然是你！你们终于来了，阿波尼亚，黄金庭院闭门不出三人组的最后一位，在入住登记表上填写的职业是护士，经常值夜班，白天在家休息。虽然很少见到这位邻居走出自己的房间，但我却时常能感受到他炙热的视线。为什么呢？居然能够抵达我的面前，就让我夸奖你们一下吧。如你们所见，阿波尼亚就是筹划了整个荒岛求生游戏的神秘人，也就是一直在对我下达命令的幕后黑手。只要打倒了他，你们就能从游戏中解脱出来。
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去了。好了，还等什么？快上吧。不，哈波尼亚妈妈不是坏人。格里修。哦，是的，我就是你们要找的神秘人。居然是你，那么也一定是你掳走了大家的艾丽西亚。没错，想要夺回她，就跨越我身后的这道门扉吧。但我，但我不会让你们如愿的。但我不会让你们如愿的，被永远囚禁在这场游戏中吧。实验开始了，请退去吧。谢谢你，骑士先生。入我怀中，快比臣服于我。轮到我。眼中的阴影，且上前来，蒙受执迷者的戒律，为自己的谬误低头悔过。从这里到那里，好高！我已然遇见。有点痛啊，能使人清醒的，别害怕，到头来很快就结束，唯有恐惧。抓住你蛇要来把你吃掉了。哎呀，生命可真是脆弱呀。你觉得呢，我的小白鼠？
Thank you.
最后似乎是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，真让人好奇故事的前半段发生了什么呢？毕竟冠以生存和狂想之名，这样的故事居然迎来了如此平和的节目，确实出人意料。听艾莉西亚说，故事的拍摄到这里就全部完成了。在现实中，我也曾参演过几部电影，但像这样令人记忆犹新的拍摄还是初次体验。当格蕾修第一次看到你出场的时候，甚至惊讶到不停地说，阿波尼亚妈妈不可能是坏人呢。那孩子真不知道该如何回应这般纯粹的信任呢。所幸在艾丽的剧本里，我们中的任何一人都不可能是反派。是啊，他的坚持无论何时都是如此纯粹。你要回去了？嗯，若非艾莉西亚再三邀请，我本不想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大家面前。也许只有你自己这么想。我这是在严格遵守他赋予的角色设定呀。啊，那好吧，至少让我再陪伴你一程。对了，说起我们的大导演，你知道他去哪里了吗？自从拍摄结束之后，我就再没见过他了。那在回去之前，先帮我找到他吧，我的朋友。嗯，好啊。果然成片才是最精彩的，大家的演技比我想象中还要出色呢。菲利斯和格蕾修一定玩得很开心吧，英华还有亲爱的梅比乌斯也算是本色出演了。凯文和苏这对组合果然很有演喜剧的潜质，千杰和科斯摩也不遑多让。啊，当然也归功于我的剧本发掘了大家的才能吧。至于伊甸、维尔威和阿波尼亚组成的幕后三人组，这么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，肯定不会有观众讨厌他们的。你说对不对呀，可爱的小粉丝？至此，《夏日生存狂想曲》的故事全部完成了。啊，大家都辛苦了。对了，他们还没有看过完整的影片呢。大家嘴上不说，但心里一定很期待吧。
那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放映会喽。谢谢你的观看。荧幕再次被照亮，放映机也再度开始了转动。小小的房间中，故事的13位主角也如结局那样齐聚一堂。有人默然站立，有人玩闹嬉笑，有人怒吼埋怨，有人摇头扶额，也有人只是静静地坐在角落里，面露微笑。荧幕上，一个个属于他们的片段被串联起来，或温馨，或荒诞，或捧腹，或哑然。他们就这样看着自己的故事，那是一个离奇、胡闹而又喧嚣的故事，也是一个幸福、温暖而又美好的故事，就像是一句恶作剧后的小小祝福，在他们恢宏而壮绝的一生中，它显得如此短暂，转瞬即逝。它将被尘封在浩如烟海的数据中，甚至连称得上严密的保护措施都未被赋予，但这句祝福却如同他们所有的希冀和祈愿、抗争和觉悟一样，真实而鲜活地存在过。这是属于13个人的一曲狂想，恍然如梦的某个夏天的故事。
Yeah.